你这件衣服很危险，对，后面那个一拉就开了。对啊，整个就开了。后面这个有拆礼物的感觉，本来是想要就是遛狗的时候顺便拆礼物，顺便遛狗，拆礼物脱掉我们就过分。对，嗯，掏出来，不是一样？这个是什么啊？哎呦，哎呦。 他只有影子，他没有人呢。他就定格在侧面，侧头。哦，哎呀，哦，感觉也很青春呢。短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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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短了。哎呦，哎，这样的身材，这个应该是铅球选手。对，铅球。好，哎，好，谢谢。哎，自己来。 来，穿的才可怕，穿的才可怕。谁可怕？为什么肚脐这一块会这么长啊？好长，我不知道哎，像异常的长。穿哪里？怎么样？这一块很长啊。你们穿，如果你的裙子穿高一点嘞，裙子是不是太大件了？有的女生这一节会特别长，腰特别长，很长哎。不要再嫌人家，你们什么身材？你们对嘛？不好意思，周周，你转一圈给大家看一下，你今天穿着。 啊有，请问他要去哪里？每天会做吗？每天都会做，常常会做。常每天最起码要做一次，一次吧？一次啊？哦，这个看大小，不是，看大小，也许两次，不懒惰，对，两次也许一次必须。大根，我跟你讲，他穿这样露中空嘛，对，帮助排便，他会拉屎。 拉屎，我觉得动物厕所拉屎，张立东，这太明显了。什么？你刚刚说有大的、小的，对不对？对呀，大包垃圾跟小包的垃圾，倒垃圾，倒垃圾，你为什么把我答案讲出来？我倒厨余，倒厨余，哦，对对对对，倒喷，对对对对，倒喷，不是一样吗？不一样，形容答案是什么？ 逗乐色，哎，要去哪里遛狗？哎，好，大心狗小心狗，是这样吗？哎，我也好想参与画画这一趴，可以帮忙画吧？可以。真的不要。 男女授受不亲，我是一个修行人。你画了，儿子画了，错到没地方画了。可以。你画了一点造型都没有。好，来，小杰来，小杰，请问一下，你是谁啊？小杰，请问一下，你是谁啊？哎，你的声音也太大了吧！真的这样。 我已经跟我的衣服融，你有被化脸的人要找一个时尚界的人帮你化，对对对，因为我遛狗，我也不会天天遛啊，但垃圾要天天倒啊，对嘛，对对对，对啊，有时候一到没办法，他就是天天遛狗，但遛狗真的要天天倒，把他变成女性化了，变秀气，蛮漂亮的，帅帅帅帅帅，帅就可以了，帅帅帅，长长帅，男正点，正点，正点，正美的，蛮美的，杨贵妃，我问你，你遛狗穿这样干什么？ 哦，没有，这就是一个网络谣言，害我一定要穿这样。谣言，谣言，谣言，谣言。因为呢，就是最近我上通告都穿得很保守，是，所以人家都说你瘦了，胸部也不见了。哦，所以我就想说，那借由遛狗的时候，会遇到一些粉丝，是，那他们就会来说，遛狗会遇到粉丝，会，他就会说，在那个，比如说一些那个。 上面写说，哎，其实小杰胸部没有变小。你曾经穿着太性感被跟踪，你反而很开心。你在开心什么？哦，因为呢，我从来都不是就这一套啦，我从来都不是被影杀手。你赶快看，可是因为穿了这套之后，对，被尾随的时候，我一开始心里很雀跃，嗯，还蛮兴奋的，想说，因为我第一次因为被影被跟踪，然后我就蛮兴奋，蛮兴奋。可是快要走到家要开门的那一刹那，觉得有点开始有点害怕了。 怎么办？等一下会发生什么事？对，期待。后来就赶快就是进来，然后就是假装打电话，然后他就走了。可是其实那时候我想说，你放心，他其实不是因为你打电话，因为你打电话一转正面，哎呦，蔡小杰，哪有那么差？开玩笑，开玩笑。不过这要小心，对啊，而且你这件衣服很危险，对啊，后面那个一拉就。
对啊，整个就后面这个有拆礼物的感觉，本来是想要就是遛狗的时候顺便拆礼物，顺便遛狗。这个跟男朋友约会这样穿 OK 了，对呀，遛狗万万不可，有情趣啊，对不对？可是真的需要他先证明来告诉大家说我胸部没有变。不用在遛狗时候证，不用证明啊，你在我们这边证明就好了。对啊，你证明给男朋友看就好了。对啊，脱掉，对啊，脱掉，把灯关掉，不用拆礼物，脱掉我们就过分。对，嗯，掏出来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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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